然摕到机器，将一挂杂草拢总刮掉，准备要请树啊医生来替玻璃钉带行李。这张百年家当树再袂看整，树啊因为旧掉断去，树啊医生初步会针对旧去的部分，将空脆做一个处理。日前在六月的时候，有受到那个连日的大雨，那造成它树干部的整个断裂腐朽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来这边帮他做的这个部分呢，是帮他先把这个伤口撕裂部分的腐朽部分把它做处理掉，然后把他的伤口让它平整化之后，以利于他的伤口复原。伊在过程当中，唔难将软壳部分一一清掉。工作人员佮摕着喷灯，将树木的表面烧烧咧，甲微生物台系碳化树木，避免其他病菌感染。然后针对树根的部分，佮进一步来补强。因为之前合理性的怀疑是它下底下根部在做排水，在做那个排水沟的时候，有去伤到它的根系，那导致造成它树势有衰弱，比一般同年龄的树木来讲，它的树势是有比较弱一点。好，那帮他做根部的那个处理之后，再帮他一个根圈施肥。百年江南树因为风台来断做两截，和附近居民嘛拢相当唔甘。夫妇围伫边啊看，关心进度。前店长白金章嘛是地主，伊就真希望会当看到树啊，搁再恢复生命力，将这张祖传老树一代传过一代。阮爸爸的时代都老来，而且祖先老来已经几啊百年树啊，非常有感情。伊。这帮的地动，啊，甲大水叫倒去，阮真正可惜呢。啊，看伊当当讲，应该爱治疗的所在，赶紧来甲治疗好，可以去复，可以去复活，个可以个生意发扬生根安尼。福田树木保育基金会伊个爱开一个工作天，就使将整个疗程做完。其他经过半年、一年了后，每年春天，家当老树已经生了真茂盛。记者家己采访报道。